羊宝宝的大鱼缸，里面藏着不同颜色的变化袋，分别是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紫、橙六个颜色。我们猜变化袋的颜色，抽材料。猜对的人可以在金色的戳戳那里选好材料，猜错的人要在银色的戳戳那里选坏材料。最后输的人要吃超辣火鸡面。石头剪刀布，哦耶，胜利！这么快就输掉了，去！我先来个马尔代夫蓝，我随便一个给他。你们猜一下是什么颜色？咦，摸到了！我相信我的运气。哇！真的是马尔代夫蓝！哇！这狗屎运了吗？哇！金光闪闪！我也想要一个，给你分。待会我就猜中了呀！我选一个中间的，看我伸只手。哦，西瓜红色的珠光粉，马尔代夫蓝，一起畅游大海吧！西瓜红来一丢丢，该我了。你们猜一下是什么颜色？绿色，我觉得是绿色。神预言，紫。啊！我猜对了，真的是绿色，好棒哦！一律毁所有，你管得着吗？反正我就猜对了。汪汪汪，金色现在归我了。啊，第一局两个都胜利，开门红。我就来这个吧。我不相信你，看我幸运猫爪。哎，怎么空空的？停。哎，哇！戴假发吃眼球糖得宝贝，八呀小不仙全身变。哇！我变成一个柠檬了，好吓人啊！喂，这个更丑，还要吃，好恐怖。我的宝贝呢？喂，原来是一个眼影，也不错呀。绿色裱花袋，来拥抱大自然了。给你们刮个大地色，刮刮刮。第二轮，赐我力量，我要个橙色，红色。橙色，橙色，是红色。橙的，哇！我看到了，黄色。有人错了哟，黄色跟橙色也是同色系。差得远了，差一点就是差了。噔噔噔噔，差材料已就位。不用选了，哪一个都是差的。我随便选了，就面前这个。哈哈，还赐你力量。哇，感觉好大块。咦，棉花沙。这个不是沙，那更好呀！不用画泥，柠檬王碗里来。不湿沙是个神奇的宝贝，在水里拿出来一点也不湿。下去吧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我就选一个橙色吧。橙色？对呀，刚才你差点中的那一个。哎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哇，紫色。哎，坏材料任你抽。任我抽的没有，蒙眼来一个。哇，我就来你吧！哎，我摸到东西了，是一个蛋，哦，全都是苍蛾，几个葡萄籽奶油，砸手的苍蛾，最后一轮，这回咱们就同时把手伸进去，然后说出颜色。哎，我来了个红色，我还没摸到耶，我摸到了，我的手。不要揩我的油。哎，我也摸到了，拿过来，红色。我也觉得它是红色。好，见分晓，三二一，啊！Yes， 你们猜对了吗？我真的抽到红色了哟！哇，我可以抽好材料喽。好的是坏材料，这个吧，我要这个。啊，来吧。喜庆红来多点，祝大家期末考试成绩红红火火。再来个亮丽的绿色外衣，来一波解压。揉捏均匀，你们猜一下会变成什么色呢？现在是淡紫色，有猜对的吗？弹幕扣一。
觉得很高级了，紫中带绿，还有点珠光效果，美极了。我做的泥很成功哦，而且拉伸性特别好。送朵大花花给点赞的小可爱，可惜就是有点扎手。果粒橙驾到，小可爱喜欢喝橙汁吗？辣椒油要来搞破坏了，搅拌均匀，辣椒拌泥好香哦。怎么化了？你们知道原因吗？小爱，你的辣椒油把你的泥都化了呀。今天怎么这么背呀？快点接受惩罚吧。搅搅搅搅搅，超辣火鸡面，哇哇，真香，尝一口，哇，满满食欲，有木有？我一共抽到多少次坏材料吗？告诉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，喵。